早晨啊，我今日嘅早餐系姜蓉杂菜炒饭。烧红只锅，落啲油，爆下啲姜蓉。今日系2019年4月16号，一个落雨嘅星期二。好啦，落埋啲杂菜豆落去，炒下爆下啲杂菜豆。加啲盐，继续炒匀佢，加埋啲饭落去炒下佢。我细个嗰时，我阿爷成日讲饭黐壳有雨落，都唔知系佢嘅经验啱啊，定系因为我琴晚煮饭嘅时候水落得多咧。今日啲饭炒起上嚟，真系都～几黐个镬铲喎，你点都好啦，有得食就系最好最开心噶啦。继续炒匀啲饭，好啦，有得食啦，呢个就系我今日嘅姜蓉杂菜炒饭啦。呢啲豆苗咧就系我自己种嘅。今次已经是第二次收成的了，种一次可以收成两做的。这杯就是喝了可以帮我舒缓膊头痛的南非博士茶了。好了各位，我开始吃早餐了。虽然今日是落雨，都希望各位可以 happy 每一日啦，拜拜。